因为妈妈会怕晒黑，所以她夏天也会穿这样哦。夏天她就穿很多，我就穿很少。你看后面的货，还 OK， 还 OK， 没有很疯狂。然后货的话，今天有葱抓饼、豆羹、咸鱼两种都有，丸之类的，然后还有圆体，还有金餐。还有那个剥皮鱼跟洗香肠，然后鲈鱼扣抽。好，今天看起来跟平常差不多。哎，好像有鳟鱼，在马尾妹前面那边比较特别的鱼是鳟鱼，然后还有金餐。啊，鳟鱼只会冷吧？对对，没错，是鳟鱼。多喝水。我嘛想讲，阿伯这边。我早上喝豆浆哎。我的早餐在那边，吃快一半，我去全家吃的。我讲来啦吼，你要吃无济啊，好无来备哦，咸猪肉咱三个无几条啦吼，要吃我讲等叉叉，叉叉是是好食在啦。看一下镜头，看一下镜头，我就进去了。庆义达，马尾妹没有穿过短袖，因为她怕晒黑。保全达，啊，咸鱼啊，巴朗舞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，因为夏天很热，他有办法穿短袖，而且还是我们还是在外面。好来咯，我讲穿这条。有时候我穿一件薄薄很喜，小可爱都觉得很热。无嘛，好来，赶紧来，好来。哎，阿伯刚才被往被照了。有金闸。没得啦哦，啊，今天他早来，我就被照，没那么亲的呀。为啥？谢谢爱扎哥，早安。叫你俄罗斯你看扎来，你也怕晒黑啊？真的，男孩子也是啊。这是你的人，对啊，我真的没看过他穿短袖。哦，没晒黑，哎呦，没有，两百块来得啊，反正我买两百哈。啊，没行啊，没行啊，这边。我们来拍他的时候是夏天，那时候就没有看过他穿短袖，一整个夏天他都穿长。好，两百块，来啦哈，两百块你等我一下哈。两百块，加面也还好啦，我跟你讲，你加面我无法度，你莫加啦，来啦吼，加面我算无法度。就想问，来啦吼，就我不太喜欢穿过，真的吗？来啦来啦，我没什么印象哎，他可能是拉起来，就是袖子会拉起来，但是他还是都穿长袖。你有，那个阿爸玩的，可以玩，贡玩哟，贡玩的，加啦加啦吼，来来，不是，什么玩？哦，什么玩你爱讲一下，无我唔知你什么玩道理。好来，你若讲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。好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还要食讲完无？我知哦。咁无你要食讲完无？啊，安尼两百块讲完你要食，讲完两百块，系无？讲完两百，我边都系有，还要食讲完无？外环境咪到。好，好咯，讲完就算吧，冇错话，我嗰边咪剩几两咪好啦。你来我讲吼，这啦。哦，你好，两下带伊去三星好不好？安尼好不好？我讲买这款，你食这个单单。哦，这话产生无起初，当初买单真用钱的，这叫吃多利鱼。哦，伊爱千把就对啊，来，要吃几啊来头，看啥物吃好不好？卖讲一包卖偌济，卖三百开两包好不好？那个衣服要不要拿到后面去啊？不要，那别人家的，咱讲钱的哈，那别人家的，咱讲钱的啦。哦，伊爱千把，啥物吃？卖两百，卖百五啦，安尼好不好？我讲来，你要吃这无？多利鱼啊？海鲜吼，我讲伊嘛是嫩啦，或者比豆腐较嫩，那么脆啦，吼脆钱的啦，啊要蒸啊，不一块粉蒸起来就水的，安尼啦好无？你要吃无？两百百五啦，一百块多啦，一百块，咱啊多你如果就是一百多啦，一百块，好真好，无人要插我。好来，
好，再多你一枪。不爱加，不爱加。你改加油，好来，我想提名啊，不要多少钱啊？哈，没有两个比多少钱？我想一百。啊。来，我再买回来。像我就是黄皮肤，我晒黑就要白比较久，白回来就要久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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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到隔壁没有，好，一叠两百，两叠两百，好，三叠两百，四叠两百，五叠两百，六叠两百，好，另外两支叠牌，我讲来啦，吼，七叠两百，八叠两百，九叠两百，十叠两百，好，就对啦，来，要招我讲来啦，吼，仔二叠多少？你来两百，好来，好来，好来，来啦，吼，要招我讲来啦，吼，三叠两百来，吼，三叠两百五来，来啦，吼，六叠两百来，哦，八叠两百来，十叠两百，好，我讲十二叠，我就是两百，好，两百好来，就是啊，来。啊！咁要整你无？要整好搞好就借两百块，两百块。你看人支队牌，我来搞好起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我来，嘿，我来。谢文达，庆和达。十叠来，十二叠好就借两百块。幸运达。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很好俩。无吼，你看两百块帮要饲啊吼。啊，无食，我去拿个先收掉好无？我你若无要食，先收掉好啦。要一个哦，好来来来来来。我想讲，无要食，先来收掉，你无过来鸡腿排袂歹啦，我请你哦。二十来，十八，来我来，十。来仔二啊，两百，都两百块啦。我去大埔，我要吃烧烧饼，你好不好？我要吃烧饼，我来。我讲来啊，来你，我吃贡茶，我来啦，吼。这下子看什么吃先？我准备做啊，来走。好来，那个大姐这样不讲，她要做工作，我先拿给她，好不好？她一百块就好了，七八块来，好不好？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。来两包油来，我说，你看时间我真济容易啦，好不好？咱讲钱来，看贵袂用偷做去啦。好啦，啊你要吃这无？三百千包就得七百块，三百千包你们吃一百块，不然要吃七百块，无要来，我再吃白带鱼啊，白带鱼啊，白带鱼啊，白带鱼，看什么吃的白带鱼啊，来来来，看多来啦吼，那白带鱼我讲水的，吼水的直接做啥？做啥？蒸鱼啊哟，啊蒸鱼啊啦，蒸鱼啊比较清新，较戆人啊。你都无，你都做，你都无好戆人。哎，问题，啊做鱼啊唔只有时间来卖鱼，来卖鱼啊。啊你！你无，你种个葡萄要求无用的，对无？要求无用。啊！无赚钱啊！你卖哦。啊！种地我嘛会使赚啊，一分地才。赚一分地，才五千嘛，啊五千六千嘛，就一分地啊。好来来。啊！问题清晰吗？对无？你种地我才有时间出来买物件嘛。啊！种个葡萄啊，无时间然后出来买物件，要死哦。啊！三百块。好来。两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我跟你讲啊啦，好来。我两地三百，三地三百，四地三百，我袂多盐酥酥打针都食来五地三百。来六千三百，好。无种中块，中块无倒的，无倒坑的所在。好，无不倒坑的所在啦。啊，你讲钱来啦，好，七千三百，来啦吼，来八千三百，九千三百，来十千三百块，来，来三百多啊，来八千来九千来，我来，哦，十千三百块爱收盐度影，好啦，我讲想要吃，我来，一、四、来啦。八，哦，八叠啊，吼，八叠三百，来，八叠三百，吼，好，八叠三百，来，哦，十叠嗰只三百，可能吃三百，你都系三百块，无啊，吼，你都系三百块，我们想话，排到起来三百，台北出太阳，对啊，天气很好，都准备吃，都把外套脱掉了，有点热热的。八，哦，八叠三百，脱掉是，八个三百块，十个三百块，凉爽，凉爽的温度，三百块。无啊吼，这边都系三百块，我们先拿吼，好，我先来来。啊，店面好，卖一罐卖一罐，后边拜三七开卖做工贵，安尼好无？啊，别多钱啦，店面啊，来来，哎，店面啊，再搁上话题啦，搁一箱来，好，来我转，好无？来，我讲店面，你们真无店面啊？只要要食店面无？安尼好无？我讲吼，一尾话题三百两百，你好无来？我讲吼，一尾三百两百安尼啦，吼，店面只看你们真无？吼，一尾三百两百，两尾卖四百，靠边啊，卖这边，吼，卖四百开两百就对啦。安尼啦吼，即尾上我就一两百块咸鱼啦。安尼啦吼，三尾两百，四尾两百块咸鱼，你要全部咸鱼啊？你食咸鱼无？四尾两百块，你帮我整好无？哦，但四尾两百咸鱼，你要食无咸鱼啊？我要整一下，吼，咸鱼啊，四尾两百块，来，用阿不退变的，贵个电锅壳，南光钱四阿电锅壳，南光钱的啦，还两百块烤腰，真正电锅壳，四尾两百。好啦，继续。你又知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做咩个二两百，都两百块。我讲来，我来咯。看你要吃无？后尾吃只不过二两百，都两百块咸面。咸面两百块，你要食无咸面？我来吃咸面的无？
哎，我摸到要死，还嘛加减嘛还看者。咱讲这啊，规后壁摸出来呢。啊，这200块咸鱼，啥物食200？两千三。无吼，咸鱼200块旁边来吼，咸鱼啊，来无紧来。我无猜，我摸到要死。咱讲这来，我讲来，来你来，别办来。大酱早安。好，来，我只讲一下吼，来，你有介意你先讲话啦，好无？我讲一下，迄个要食啥物啊？迄个我问一下，来，乌龟只要食叫鱼头啊，无乌龟啊？安尼好无？来，好，乌龟啊啦，只啊，这拢还袂死啦吼，哦，只啊，哦，拢，连做讲个只啊，拢还袂死。我讲来，我来，迄个只啊100块就对啊，100块啊，你来100块啊，100块来，哦，只啊，要100就100块。来食乌龟啊无？不要乌龟啊，如果就是100块乌龟，你要整无？哦，拢我啊，我整不起。啊，跑到那么远。哦，乌龟啊100块，你要整无？乌龟啊就是100块来头，乌龟啊。我问姐，只要要食乌龟啊，吼，100块来，乌龟啊，只来，我食乌龟鱼的无？要食乌龟啊，就100块乌龟，你要整无乌龟啊，100块。你食乌龟啊，无就100块乌龟啊。含冰枣。我来食乌龟啊，100块无乌龟啊，无吼，乌龟啊100块帮我们擦过啊，吼，后来无进来，好啦。迄个我只讲姐，吼，来啦，吼。来，我多看一点。哦，我见，我甲丹丹镜头就跟着他跑。啊，你对面好介，你先讲麦甲我看就好啊。我讲来啦，吼，这看啥物食啊？这啊，我这叫食不来摇，啊，你等下一寡葱啊煮啦。哦，炒一寡葱啊，煮炒一个土豆皮来，两个脯啊就对啊啦。哦，两个鱼脯啊来，要照我讲来啦吼。那我一斤卖偌济？240、200啦吼，来啦吼。我面食面偌济？面300开200咧，好无？200。有人要食200块卖200，来100块来倒，100块先食100块。那咩啊？100块要食100好无？我谁在说话？我在说话。我要来只啊，100块来倒，100块来。还要食鱼脯啊？无好食就100块。谁婆在说话？他等可能没收到。进来的朋友记得帮我按赞，也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。今天是在彰化的花坛哦。花坛火车站前面而已，大概100公尺。来，我来。要食鱼脯无？要食鱼脯就100块来倒，鱼脯先不食100块来倒。是谁？我是直播主啊。